我们家的歌曲是《妈妈咪呀》，是属于我们全家就是出去旅游时候的必播的一首歌。因为这个音乐节奏非常的轻快，所以当时一听就是印象很深刻。结婚之后，因为有一段时间我们孩子是在南部，假日回南部的路上，其实这首歌就陪伴着我们，期待看孩子的心情，然后就配合这个音乐节奏，就是这样一路从高速公路开回南部看孩子。因为我是全家一起出去玩会播的，所以小朋友当然听到那首歌就很开心了，就车上他们都会去哼那种歌。随着孩子越来越大，如果我们出游的话，就会开始很雀跃的跳起来，然后手足舞蹈一直跟着我们唱妈妈咪呀，妈妈咪呀，就是全家就在那种很欢乐的气氛里面，对，出去玩。